就在这个时候，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代理防长突然在五角大楼下了暂停令，暂停和拜登团队对接。你怎么看？因为军事问题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，这里上面有核武器，下面有这个枪支，也就是说，从美国武力的一颗子弹到一颗原子弹，它都需要交接。关键是，如果核武器失控，特别是对核状态不了解，哪个地方有泄漏，哪个地方的武器装备需要维护和保养，如果这些细节被遗漏或者是被延迟，这种危害一旦发生之后，它没有能力去补动。那特别是新型核武器，包括呢核潜艇、核航母，以及呢这个陆基核弹，以及现在储存的更多的涉核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，它需要有很好的保养条件和保养环境。如果一旦这个方面缺失，它比丢一个枪、丢一个子弹、沉一条船危害会更大。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打哑谜，甚至是根本就不透露任何核心机密，那么后任总统上台以后，如果发现这个地方有重大隐患，自己短时间内没有精力把它弥补，那么这个损害呢，危害的是全球的安全问题，而不光是后任总统的所谓民生问题。